热熔网膜在正常温度下是固态，加热到相应温度后才会变形。把热熔网膜放在两个需要粘贴的材料中间，通过对热熔网膜施加热量和压力使其变形。这里可以使用复合机、压烫机、熨斗等。如果是服装行业，叠冷使用无车棚机器，热熔网膜的使用整体来说比较方便快捷。